如果我也有一个真人娃娃就好了，可以陪我玩，可以陪我过圣诞节。哎，你是谁啊？我就是你许愿的那个真人娃娃，我也给你一个礼物。圣诞的礼物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个一打开就知道了。激动啊！我马上就要穿好了呢。终于好了，是我都啊，一是直在等到现在啊，了。马上就要穿好了呢。我好像已经穿好了呢，你穿好了？来看看呀。那么，我现在都到沙发上来跟你一起玩了。好啊，那今天也玩的差不多了，要不我们下次再玩吧？你想变回去？啊，为什么？那是不可能的。